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媒体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本场发布会的主持人刘帅，欢迎来到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和安昌街道的影视创新小镇落户签约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届绍兴柯桥新锐电影节以旧光影新未来为主题，将紧紧围绕绍兴大城市建设的排头兵、接轨护航都市圈的桥头堡作为战略定位，通过集结一批优质电影资源，为新生代电影人从专业、市场、创作等多方位保驾护航，搭建交流平台和实现梦想的舞台。安昌影视创新小镇是依托安昌古镇的地理优势和旅游文化优势，建设一个集会展、旅游、影视 IP 孵化、影视作品版权交易、影视人才落户创生创业、影视剧组驻扎于一体的资源密集型影视旅游文化产业基地。安昌影视创业小镇分为会展区、影视创作孵化区、制作区、交易区、国际合拍中心、互动展示游览区、教育培训区、生活功能消费区等功能区块。那我们影视创业小镇落户签约仪式旨在促进新生代影人的更迭，为市场输送新兴人才，而安昌古镇的选址意在将古镇秀美的风景与光影交相辉映，将本地打造成别具影视特色的文化古镇。下面我宣布影视创新小镇落户签约仪式正式开始。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一一介绍各位领导，他们是柯桥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马芳妹女士，欢迎您。柯桥区委常委、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周树森先生，欢迎您。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陈军先生，欢迎您。安昌街道党工委书记钱军先生，欢迎您。安昌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吴林平先生，欢迎。安昌古镇办主任陶森先生，欢迎您。安昌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杨化女士，欢迎。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琦先生，欢迎。永利集团副董事长、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周阳先生，欢迎您。星城控股集团董事长、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股东金栋奇先生，欢迎。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雅群先生，欢迎。下面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所有领导跟嘉宾上台跟大家见面，有请。好的，再一次欢迎各位领导的莅临。首先让我们有请安昌街道党工委书记钱军致辞，大家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腊月时节，
正是安昌古镇一年中最有味道的季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见证新来影视创新小镇落户签约仪式。这是安昌古镇保护开发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在此，我仅代表安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各位领导和嘉宾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安昌古镇保护开发的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20年来，安昌古镇遵循文化保护为主、商业开发为辅的总体原则，成果显著，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事业文化之乡、浙江非遗主题小镇、浙江省首批民俗文化风景小镇。走在安昌的老街上，依然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依然可以品尝城乡的腊肠酱味，感受悠游的江南时光。独特的风情也是安昌古镇被众多影视大咖青睐，吸引了一大批影视剧组到安昌取景拍摄。今年就接待了23批剧组拍摄充分展示了安昌活着的古镇的独特魅力。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今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对安昌古镇保护开发非常重视，专题研究古镇保护和开发的规划方案，专门下拨资金用于古镇的保护和建设。古镇保护和开发速度快速到，一批项目纷纷落户安昌，如开阳安昌项目已通过规划评审，天拐江坊文创项目一起马上开工建设。而今天影视小镇项目的签约，标志着该项目已经实际启动，我们古镇保护与开发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安昌古镇需要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更要注入年轻时尚的元素。我相信随着影视创新小镇的落户，必将更好地宣传安昌、宣传柯桥、宣传绍兴，更好地推动古镇保护开发和文创时尚产业相结合，为安昌古镇建设实际上的江南水乡、生活着的文化古镇、水乡里的时尚小镇做出重要贡献。最后，预祝项目顺利推进，早出行香，预祝第一届新锐电影节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生活幸福安康，事业繁荣昌盛，谢谢大家。好，谢谢钱军先生的精彩致辞。那安昌街道党工委书记钱军先生从古镇文化与影视文化的创新融合出发，深入浅出的言论彰显出对新时代下古镇新出路的思考，为我们大家上了一课，非常感谢您的发言。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区委常委周树森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这美丽的秋色，在美丽的古镇，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影视创新小镇的签约仪式。这是柯桥乃是绍兴影视文化产业的一件喜事。在此呢，我仅代表柯桥区委、区政府，向参加本次签约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对影视创新小镇落户表示热烈的祝贺。柯桥自古是人文荟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底蕴，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同时，柯桥呢又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区，全国百强区排名第12位，人均 GDP 超过了3.2万美元，居全省前列。
2500年呢，积淀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经济基础，催生了柯桥区的五大千亿产业之一，就是旅游文化产业。因此，柯桥就是影视文化发展的热土，是典型的全域化影视的拍摄基地。特别是与古镇啊，我们安昌相结合，发展影视产业是得天独厚，相得益彰。近年来，柯桥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迅猛，全区共有相关企业30多家，涌现了新锐传媒、鹤鹰时代等优质的影视公司，投拍了电影《微城》、电视剧《倾世王妃》等60多部的影视作品，相继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观众奖、华表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对文化绍兴建设和柯桥经济社会发展的传导作用是越来越明显。今天我们积极响应绍兴打造文化大走廊的发展战略，也刚刚昨天啊，我们首届绍兴柯桥的新锐电影节刚刚是开幕了啊，以此为窗口，以新锐100影视扶持计划为契机，依托安昌古镇的地理优势和旅游文化优势，将建设一个集会展、旅游、影视 IP 孵化、影视作品版权交易、影视人才落户创业、影视剧剧组的驻扎等于一体的资源密集型的影视创新小镇。未来影视绍兴小镇将作为柯桥影视文化产业走出去挺进来的窗口平台，积极对接外部的资源，加强国内国际影视合作交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质影视 IP， 建立共享开放的创意人才集聚的影视产业 IP 品牌，通过影视作品和明星效应来带动我们安昌古镇，带动柯桥影视文化及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影视文化产业标杆基地，为柯桥的旅游文化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最后，祝愿安昌影视创新小镇成为影视梦想起飞的基地，成为中国影视人才成长的摇篮。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区委常委周树森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他也对我们安昌古镇影视文化特色小镇的开发给予了厚望，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小镇的一个全新发展。正如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影视创新小镇落户签约，小镇未来影视化特色的转型离不开影视人的鼎力相助。下面让我们有请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锐传媒董事长张琦先生、安昌街道委工委书记钱军先生签约，也请我们的礼仪将我们的安昌街道影视文化特色小镇开发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递交给双方代表，有请二位。签约仪式的缔结也象征着双方友好合作的开端，那我们也祝愿双方合作愉快，携手共创影视行业新风尚。好的，也请二位面向我们台下的媒体镜头记录下这重要的一刻。好的，张琦先生，在这里想及时的采访您一下。你好，你好，那想问一下，此时此刻签约完之后的心情怎样？其实有很多想说，但我就说一句话吧，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会变成安昌人，我们真正的扎根在这边，落户在这边。
谢谢大家。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落户在我们的安昌？那个，其实这个问题啊，前面的话两位领导已经回答得很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说一遍，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作为安昌人，肯定要为自己的家乡的建设做出贡献。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张琪先生。那这次我们的签约仪式的缔结啊，也象征着双方友好合作的开端啊。那我们也将我们最美好的祝愿再一次送给台上的各位。下面有请工作人员将启动装置推上舞台。下面，让我们一起倒数计时三个数。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来，三、二。一，祝我们的首届上新歌墙新锐电影节影视创新小镇落户签约完成，请我们台上的领导合影留念。好的，也要辛苦我们台下的媒体朋友还有摄像师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好的，感谢各位领导，请大家台下休息。在这里也请媒体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呢，将对安昌街道党工委书记钱军先生、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东奇先生进行访问，再一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预告一下，那在接下来啊，再过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进行一场电影的发布会的活动，那请大家耐心的稍作等待，我们一会儿再见。那个媒体到前面，媒体到前面要上个麦。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把机器拿到我们的舞台前方进行一个寻访环节，辛苦各位。也请我们的安昌街道党工委书记钱军先生，还有绍兴文创大走廊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东奇先生上台，有请二位。放他位置，哪家公司？
我可以吗？这可以吗？什么？可以了吧？试试啊。好，来吧。好，来吧。那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今天这个签约仪式已经成功举办了，然后现在的心情怎么样？谁来分享？我今天心情是非常激动啊，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我们安昌是一个有文化有味道还有情怀的地方，那么安新任一百的这个电影小镇落户到安昌，刚好是在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地点，让一百有梦想的人在安昌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我想我跟钱书记一样心情非常激动，而且我相信在我们的绍兴市委啊，包括灾区领导，包括安昌镇政府领导的支持推动之下，小镇一定会蓬勃发展，越办越好。因为这次也是就是说我过来讲时间是有没有过来讲这个梦想，就是两位有没有说在影视方面或者说就是在一些发展未来的发展上面，有一些计划和一些想法，觉得是什么？是全国有两千多万的影视工作者啊。那我觉得我们打算将2000万的影视工作者在这里安昌寻找他的实现他的梦想，因为安昌是有情怀的地方，有文化的地方。还是一个有味道的地方，让全国的2000万影视工作者就到安昌来找到他的价值，实现他的价值，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安昌影视小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万民影棚。万民影棚到时候建成之后，将会向全国所有的剧组免费开放，然后就是说。把我们安昌镇的一个影视文化产业推到一个新的方向。那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影视产业的话，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情怀以外，你觉得安昌小镇这边是什么优势啊？安昌的优势，我说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高的，它是现在就是白杭州湾，是个桥头堡的桥头堡。第二呢，安昌是个古镇，古老的古镇，它是很有文化的地方。安昌建镇实际上是在唐末不是初期开始建镇了，所以这个寻上去，大禹的夫人也是在安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是最合适的。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小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万民影棚，我们将按照好莱坞4.0影棚的一个这么一个标准去打造。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就是何为4.0标准的影棚？就是里面的剧组演员演戏跟外面的我们的粉丝也好，可以进行互动，但是又不会互相打扰，就这样。说了嘛，那个影城是想说要给剧组是免费提供，对，然后但是制作的就是起来规模也是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我们现在小镇推动的一个模式，目前是国内首创的一个模式。我们不会在乎一开始的盈利或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成我们整个绍兴安昌的一个名片，向全国推广。那因为之前就是网上有很多人说嘛，就是安昌古镇算是现在古镇里面蛮难得，就是没有太商业化的。现在有没有担心，就是说，一旦这个影视小镇建成了之后，会影响到就是这边的文化，会让这边的商业化这个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因为安昌古镇核心是1.2平方公里，现在我们规划框架拉架变成3平方公里，那么我们在核心区块1.2平方公里
就做古的文章，就是活着的古镇。而在一点平方、两平方公里之外，我们就打算就是引进新的文化时尚元素来开发，这个是古新结合。我们安昌古镇的名片叫做年味古镇，地道安昌，让安昌让全国人是到安昌的能够享受到绍兴的老味道，和来让年轻人来品味到安昌的新的时尚元素，就是电影小镇那里去实现他的梦想。好，谢谢。好，下去吧。没了，这边就没了。好，也要辛苦我们的媒体朋友回到我们的座位上。我们的印度合伙人电影发布会马上开始。电影发布会将在3分钟之后准时开始，请各位尽快落座。Oh, not the world is story, but the
大家好，现在是我们印度合伙人电影的发布会现场，感谢各位能够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本次的发布会啊！再一次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那其实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哈，那我们在我们的舞台左手边啊，我的左手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嘉宾，大家可以看一下，随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位特殊的嘉宾，早就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那我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特殊嘉宾，他就是可爱的 Batman 巨型充气公仔，是我们电影《印度合伙人》的吉祥物，提炼出的一个鲜活形象，将影片的男主乐观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传递给现场的各位。那 Batman 巨型充气公仔呢，外形生动活泼，也很切合影片的主题，更是用可爱的形象来提醒大众关爱女性健康。那我代表活动主办方感谢嘉宾和各位媒体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支持电影事业，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大家。下面呢，让我们跟随着荧幕走进印度合伙人的创业之旅。America 给 pass Superman 的 ，Batman 的 ，Spiderman 的 ，Lekin India 给 pass Batman 的。You thinking I'm mad?But mad only becoming famous. Oh, thai thai na goli mare thai thai na entry mare slow motion me addi tode na. Big man, strong man, not making country strong. Aur building se high jump na mare, niche se dialogue na mare, high speed me nache gaane na. Woman strong, mother strong, sister strong, then country strong. पर देना चाहिए राखी बांधी थी ना तो रक्षा का वचन निभा रहा था हम औरतों के लिए बीमारी से मरना शर्म के साथ जीने से बेहतर शर्म को पकड़ के बीमारी के नाले में फेंक जाओ तुम बैटमैन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के धरती पे क्या कर रहे हैं बा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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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बारे
希望这部电影可以让更多人关爱女性健康，让女性更自信独立。期待12月14日《印度合伙人》全国上映。好的，在我们的视频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惊喜的彩蛋，就是我们的关晓彤呢也为我们的电影发声哈。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那我们的视频当中呢有来自社会的各界的人士对于电影的一个期待还有发声。当然了，那在场的各位，如果您也想了解这部电影，了解如何创业的话，也请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印度合伙人。那据了解呢，IMDB 高分电影《印度合伙人》在国内的定档时间是12月14号。影片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一个印度青年在不屈不挠中迎来辉煌、改变世界的创业故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各界人士对于这部影片的支持，那也希望在场的各位可以给予影片多多的支持。再一次感谢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啊，学画画的小朋友用他们童真的画笔在卫生巾上作画，传递公益能量。电影呢也引起了全民的参与，大家积极为电影发声，支持电影，呼吁关爱女性健康。那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我们的全场最高潮、最嗨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印度合伙人的主题舞蹈要在这里呢跟大家见面了。下面我宣布 Padman挑战开启，大家请看我们的大屏幕。好的，我们的 dancer 的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和利落呢？大家在看完这段视频之后，是不是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想一起来挑战一下我们这一段 Padman 的舞蹈挑战呢？那其实除了我们社会的这个各界人士，小孩儿、老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行业的，这个各类的人群，还有我们的一些明星艺人也将参与到这次的挑战当中。当然了，也呼吁现场的各位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 Padman 舞蹈挑战当中。那下面啊，就要有请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哈。那在我们的现场呢，今天也有一组人马将上台呢挑战我们的 Padman 这一段舞蹈啊。那下面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群人，他们是谁？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他了，好。太忙，太忙。刘帅跳我就拍，男主持人跳我就拍。啊？这个是帅啊！刘帅来一个。感谢各位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也请这个台上的各位，哎，可以回归一下了，对对对。好的啊，再一次感谢各位哈。那为大家介绍一下，那这是我们的安昌古镇大妈舞蹈队，但是我感觉要改一下，那姐姐舞蹈队好吧？因为大家都非常年轻，对。怎么样？感觉就是参加完我们这次挑战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哎突发生机，完之后变年轻的感觉？是的，是的。真的有变年轻好吧。现场的各位，如果你想变得年轻的话，也可以一起加入到我们的挑战当中啊。当然
这个舞步大家可以看一下，很简单也很好学，没准儿啊大家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安昌的各个地方，安昌古镇的各个地方就会看到这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舞种了哈，大家都在跳这段舞，对不对？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这段舞蹈的动作，回去之后呢也可以发动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段舞蹈的挑战当中。那除了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挑战之外，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身健体的舞蹈，对不对？好的，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我们台上的所有的姐姐们啊，所有的姐姐们来一起呢来预祝一下我们的这个印度合伙人的电影，因为他在12月14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啊。在这里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个期待和一个祝福我们送给我们的电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喊出12月14号印度合伙人票房大卖，好不好啊？当然了，除了台上的所有的姐姐们啊，也希望台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啊，预祝我们的电影票房大卖，好不好？好啊，好，谢谢大家。来，那我们3、2、1一起，好不好？12月14号，印度合伙人票房大卖，好不好？来，3、2、1。12月14号，印度合伙人票房大卖。那个姐姐，你后面怎么就麦克一递到你的那个嘴前，有点虚了。对，再来一次，就是有点底气，好不好？来，再来一次，来，12月14号，印度合伙人票房大卖。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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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谢谢各位，请台下休息，谢谢各位。好的啊，那到了这里呢，我们的电影《印度合伙人》的发布会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恳请各位，我们的电影上映日期是12月14号，希望大家可以到影院去支持我们的《印度合伙人》。如果你是一个想创业，如果你是一个想创业但是缺乏勇气的人的话，那印度合伙人就是你一个最好的选择，观看这部电影。好了，那本次的发布会活动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回家去，我回毛啊！留不住，然后上还是真的。